陈杰于澳大利亚商学院毕业后移民加拿大。2007年，在密西沙加的商场过道上，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加一张简易折叠桌支起了一个摊位，开启了初始创业，个人报税。注重客户口碑的他，四年后客户规模就达2500人，服务也拓展到会计、公司注册等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，经常处理各种复杂个人及公司报税。在疫情前，专门为年轻人设计了一款在线报税软件，可供客户网上提交报税申请并上传报税文件，全程在线完成报税事宜。2021年和2022年，杰中杰连续两年荣获加拿大优质服务企业，密西沙加市排名前三的报税服务机构。2022年荣获加拿大商业奖，同年被评为 GTA 地区最可靠的会计和税务咨询公司。